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月月老师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，哪怕也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它表示啊，虽然还没有发生某种情况，但是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，你的结果也不会改变。它表示一种假设，这种情况呢，并没有发生。但是呢，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，你最后的结果它也不会变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哪怕也怎么用。哪怕 A 也 B，A 呢就是你假设的那种情况或者条件，而 B 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结果。条件 A 呢可以是还没有发生、还没有实现的事情。也可以是与事实相反的事情，表示 A 发生了，B 这个结果也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，哪怕明天天气不好，我们也要出门。表示呢，就是天气不好这个情况，现在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如果发生了，我们要出门这件事情不会改变。第二个。哪怕不睡觉，我也要把报告完成。啊，快到期末考试了，你就可以说，哪怕不睡觉，我也要把报告完成。可以见得这个报告非常的重要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不睡觉，但是报告完成这件事情，他一定会做。好，来看一下对话，不就是写错了一个字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哪怕是一件小事，也要认真对待。啊，不就是写错了一个字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个口语呢，大家可以记一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表示在英语里面就是 no big deal，觉得这件事没什么啊，你就可以什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口语。好，但是。这位同学就劝他说：“哪怕是一件小事，也要认真对待。所以，小事大事，我们都要认真对待。”第二个对话：实习生的工资那么低，为什么你还做？能在这样的大公司实习，哪怕没有工资，我也愿意做。啊，就比如说在阿里巴巴，可能。他的工资很低，但是对于刚毕业的同学来说，他愿意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阿里巴巴是一家很棒的大公司，所以他说，哪怕没有工资，虽然没有工资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但是他假设如果真的没有工资，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练习完成句子，什么？我也不会放弃，哪怕什么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啊，发生了什么？不管发生什么，你不会放弃这个结果，不会改变呢？比如说，哪怕失败了很多次，我也不会放弃。哪怕失败很多次。我也不会放弃。啊，通常这些条件都是假设的比较恶劣的或者比较坏一点的条件，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不会变的。哪怕失败很多次，我也不会放弃。第二个，哪怕什么，我也要去上班。哪怕什么，我也要去上班。一个非常认真工作的人，他会说出什么话呢？哪怕明天台风，哪怕明天下雨，我也要去上班。哪怕明天下大雨，我也要去上班。哪怕明天来台风。我也要去上班啊，不管前面条件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，它这个结果都不会改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补充，即使、即便、就算、也，它的英文解释呢是 even if，
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。即使这项工作很难，我也要做下去。虽然工作很难，但是我也会做下去。就算不复习，我也通过这次考试。不复习，我也通过这次考试，表示前面的条件怎么变化，最后的结果是不会变化的。即使我没办法完成这项工作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它呢，先是假设前面有一个不一定太好的条件或者情况发生，但是不会影响你最后结果。就比如说最后一个，我没办法完成这项工作，但是不会改变我试一试的想法。好了，同学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